酒是感情的交流，酒是事业的追求，酒是今天我们相聚的理由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是因为今天气氛对。承蒙时光不弃，感恩一路有你们，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最后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，快乐永久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部长。好好好好好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厚爱。厉害啊！这顾大师不愧是笨不神嘴啊。好，顾大师出口成章啊。哎呀，都是我平时满腹经纶。哎呀，才疏学浅，一个井底之蛙。就说你精通三国是吧？不能讲精通，略知一二，也跟胡点讲。跟我们来一段三国呀，等一下。好，那来我来一段的那个三国，这个常山赵子龙荡阳长坂坡入曹操万人大军，七进七出，孤身救阿斗。为何呢？全身而退呢？我总结有以下三点。第一，他碰到曹操的背肩官夏侯恩，一枪给他秒掉过以后，得到了夏侯恩这个就曹操的一把青钢剑。曹操一共有两把剑，一把青钢剑，一把倚天剑。这时的赵云如虎添翼，再加上他见到糜夫人以后，糜夫人为了不拖累他，他要扶糜夫人上马，后来糜夫人投井自杀。这时的赵云了无牵挂，心无旁骛，然后左手青钢剑，右手龙胆亮银甲，剑扫一大片，枪条一条线，神情好似云中雁，豪气冲云天，浴血奋战。再加上曹操爱才，命手下不准放冷箭，才得以脱出重围。关于原著，罗贯中称赞赵子龙故事一首。血染战袍透甲红，荡阳水敢与争锋，自古重镇扶危主，唯有常山赵子龙。好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好，有劲。好。